哎，对不起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就是顺其自然，反正还有时间。你没有时间了，更年期。他没有说更年期，他说卵巢功能衰退会提早停经而已。 那就早更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再讲大声一点好了，再大声一点哈！陈嘉玲，嘉玲好了，不要骂了。干嘛啦？喂喂喂喂喂喂，等我！那医生一定搞错，我才40岁，我那么年轻。好了，不要说，我不关心你，帮你查了。 更年期早更症状，皮肤干燥、热潮红、盗汗，胸闷、情绪不稳定、易怒，骨头退化，容易感到疲倦。哎，还呀还呀，再凶大条哎，陈嘉玲。 性欲低落，性欲低落。哈，我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那么好，那么年轻，我还有点激动，拜托，那个我不，好了好了，丢脸呐，你干嘛啦？陈嘉明，陈嘉明，帮我帮。 那个服务生，不好意思。